那青城山纯阳观的李青鱼头一回下山就打败了所有人。他跟古青奇年少时便李青鱼头。鱼头鱼头啊在下李青鱼头。在下李青鱼头。李青鱼头鱼头，妈了个鸡，谁也不要拦我，我要剁了他，怎么会有人这么贱啊。师弟师弟你冷静啊，你可能打不过他。师弟，嗯哼，想让阿乔跟你回纯阳观，怂恿他离开我，本座这就教你做人。求助，一般人遇到软硬不吃、武功高强的神经病该怎么办？哼，当然是以身似魔。你这么渣，令尊令堂知道吗？我怎么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，要不你下去问问。你今日让人家流血流泪，就不怕日后火葬场吗？日后？哦，日后肯定也是他流血流泪啊，说不定还会哭着说不要不要呢。哼，再见。哎，你跑什么跑啊？吐血不爽吗？不爽。那你还天天吐？哼，我们还是再也不要见了。